我们最敬爱的所有新北市还有全国所有的药店前辈们，大家晚上大家好。哎呀，今天真的很忙哦，从一大早我们就到江慕莲的那个厂，接下来中午到台中，下午到嘉义。今天在嘉义的部分讲完话，大家以为我要赶到高雄，但是对我来讲，新北市所有的前辈在这边，对我来讲，大家是比高雄更重要。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我想再一次代表前辈们，感谢我们药师公会长时间对我们的支持。我想任何一个需要大家动员或者需要大家来协助帮忙的时候，我想药师公会二话不说，绝对是相挺到底。我想所有的药界应该要团结一致，我想未来的一些问题还是依然会存在，但是我们不怕问题，我们也不怕困难，我们只要团结一致，我相信我们未来绝对是光明的。最后我想再一次代表药师公会感谢大家以外，也祝福今天所有的活动能够顺利圆满成功，祝福所有大家所有的贵宾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祝福大家，也感谢大家，猪年行大运，谢谢。我们给我们吴理事长给他一个鼓励的掌声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